Thank you. 好，来，我想问一下导演，导演，你希望我们的观众可以从这部片子里面看到什么，带回什么样的一种心情？我觉得每个观众呢，要重新跟我们一起时光倒流，回到50年代，感受那个年代的浪漫，感受那个年代的所有点点滴滴。有 touch 在里面就很浪漫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是因为配不上，配得上 touch 吗？有脱下里面就很浪漫。如果啊，请多一个委员来跟他抢何老师，那就浪漫了，那就浪漫了。那个是 horror film。啊，弟弟进来，我跟你一起。哦，那个叫新观众。哦，不相关，对不起。来，导演，我们这部片子你觉得难度在哪里？最难拍的是什么地方？最难拍的？没有，我们全部都很好拍。最难拍的就是下雨的戏。下雨的戏。怎么说？看不到。因为我们就那个我们班，我们叫那救火车哦，来营造这个下雨的气氛。人造雨。对，人造雨。对。然后那个水是很冷的。然后这个其实我知道，啊，这个你知道，所以他是被淋的那一个。对，然后两个都被淋。你们两个被淋。对。那个是你们最难忘的那一个。啊，对，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一整天都湿湿，只要从地的时候他就拿起来，砰，喷你，真的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就为了团地啊？啊，还是就是要他们湿而已。对啦，为了团地，然后为了就整个片的真实感，整个真实感，整个 feel。对，我们怎么样把它弄得真，就是要所有的角度都要留到。OK， 来。我们很久不见了王建富，是大家一定要给王建富，他刚刚昨天在台湾在跳舞唱歌比赛拿了冠军，然后今天早上就飞来新加坡，给他来点新加坡的欢迎好不好？每位的掌声，谢谢。虽然我是男孩子，可是我觉得今天好像化身为女人了，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好像回娘家的感觉了。对啊，因为毕竟我这边长大。对，我谢谢所有的新加坡的媒体，谢谢新加坡的观众朋友给我一个机会，才会让艾薇有这个想法，让我来演小李这个角色。对哦，我们都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。对，现在我也准备看你长大了。对啊，在里面是演跟都什么样的一个 brother？ 对，其实我在里面的是演一个这个放映师。对，是非常严厉的放映师。可是呢，他就是外表很冷酷，可是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其实外表虽然很冷酷，但是其实内心呢是非常疼爱我们的 Tosh， 都一直在为兄弟想，你应该怎么样帮你铺路，帮忙你。对，那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呢，告诉大家，大家一定要看 Tosh 的演技，因为之前我有看 Tosh 他之前不同的角色的扮演。这部戏是他的演技的大突破，就是因为被我们的导演一直刁，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演技。对，完全看到了内心戏，还有 Cheryl， 非常期待他们的演出。对，我们两个爱情戏吧。啊，这有有。这听到他啦啦，就怎么样？就我是问一下，怎样？会在现场是刚刚吗？还是很放心的在做？你干嘛那么直接啊？I think 尴尬了。现在没有问到这样怎么样的尴尬了。我跟你讲，导演跟我讲，这个 Tosh 很 professional。对啊。他说做到不得不对哦，他要一直捋住。这个是专业。啊，他讲这个角度，他看那个 playback， 然后他跟导演，我觉得这个做哦，好像那个小瑞很辛苦这样，我再做多一次这样。好不好？导演讲你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还有呢，做不好要。own up to it 啊，要承认。最糟糕是学员讲 ，OK， I agree， 讲。你还给他做，学员配合度很高的。真的是很用心做这部电影。是，所有的感情都是在那个剧情里面的。是专业的一种准啊。对。而且他的准还跟我讲说，brother， 你真的是蛮紧张。平常可能我们兄弟做的啊还好啊，那有女主角了，你那个做就开始变得有点，你要放得开，其实有点也挺难的。等一下我就期待看你的表现。OK， 导演他们的表现还满意。OK， 很棒。看好，很期待你的作品跟你们的表现。谢谢我们所有演员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